果说像马祖啊，日本的马祖，它更强，那是它的皮卡。不过现在在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个东西，但是像销日本的还有那个剑道那种，它的产业都是外移，外移到东南亚大陆。但是他们那边的竹子都不能用，他必须要从台湾的运这个贵族到大陆去。那其他的都已经都有编织的东西，所以说现在你在东南亚，像台湾看。